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是要办正事对吧？不用介意我的，毕竟我只是……哦，等等，我想到了。什么？突然大叫。可晴，你们要调查的话能不能带上我？可是既然是调查灶神相关，说不定途中会有与烹饪美食有关的线索，能为我参加厨艺比赛提供灵感。拜托了，请带我一起去，我会帮忙的。既然你这样请求，好吧。真的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那我们差不多出发吧。听人说青色庄有不少古籍旧书，我想先去那里打听一番。明白了，先去青色庄。你方才那番话有欠妥当，就算是我每天也会在玉京潭来回散步，到璃月港内走走看看的。哼，只是不想发胖而已吧。你方才那番话有欠妥当，就算是我每天也会在玉京潭来回散步，到璃月港内走走看看的。哼，只是不想发胖而已吧。